东莞农商银行29日港股上市，公开发售股份认购仅20%。9月28日，东莞农商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，预期29日登陆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。据公告，公司发行约 11.48 亿股股份，其中香港发售2582万股，国际发售 11.22 亿股，另有 15% 超额配股权，发售价为每股 7.92 港元，每手1000股。根据东莞农商行招股书，该行股权结构分散，共有83家法人股东及57512名自然人股东，分别持有该行约23.72%和76.28%的股份。截至目前，该行仍有292名股东失联。